好的，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ACT 对阵狼队的第加赛啊，加赛的第上半场，第什么的第？哎，艾莉那把四扎已经把我人打傻了，真的人打傻了。这套阵容打红夫人，我只能说一打一个准。这个阵容打红夫人是真的厉害啊！这个阵容就是艾莉想要保平，她都只有是上来比较舒服，开局能够抓到空军的情况下能保平。你说抓个心理学家对吧？三刀，你就正常，比如80秒加一刀就120秒，这个时间海了去了，不太好打。猫眼家呢，这个东西没底的啊。自闭的话，之前也是登上过国服。S 级的冒险家，所以正常来说稍微苟一苟牵制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时间也不会特别短。哎，漂亮，第一个镜子，黎明一刀扭开，艾莉这边在追，有机会吗？有机会吗？这刀应该是打中了，哎，应该交枪吗？交枪吗？交！哎呦，我，他这镜子在后面呀，那裂开枪交了。刀挨了，我卖了吧，卖了吧，卖了吧。压脚步，压脚步，这边，一个镜子才好的，才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这个击倒一分钟不太够啊，不太够。这个击倒一分钟，我觉得对于穷者来讲，哎呦，那可以，把这闪现给逼出来了。艾莉这一刀，这一手秦王绕柱把这闪现给逼了，那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闪现交了的话呢，相对来讲，我觉得穷者这边，保平就比较好保了。本来的话，感觉保平都保不了的，也不是保平保不了吧。打红夫人这刀阵容其实好保平的，应该本来的话呢，应该是保平可能是上限了。但现在闪现交了那的话呢，那不好说了。穷者这边如果待会儿有一些比较，你说这边远程传血嘛，感觉也不太行。极限修机的机子不太够，我感觉好像比较偏向于一个平局啊，比较偏向于一个平局。这里的话追一刀空军，空军躺死角，然后。心理学家直接移情给佣兵啊，这样的话佣兵这边可以再来救一波。抬镜子能不能打佣兵，这个镜子好像近了一点点，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佣兵是提前拉开的，知道你可能会抬这种镜子，可以两边正常交换了。这是一个非大老师给了个三抓四抓，我今天就要打他的脸。你们看好这个局，求生者，哎，大老师突然变了，这个局我觉得就是一个平局，三抓四抓，目前来讲不太容易。你们先不要笑，东学那一把那已经过去了，这一把此红夫人非彼红夫人，时间不同，局势不同，阵容不同，对吧？地图也不同，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并不是每一个红夫人，或者并不是每一局你都能打出这么。这边的话，哎，救下来，好的，打一刀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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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波救的不亏啊，救的不亏，搏命20秒，那还能再拖。机子的话应该是够了，外面的话，冒险家可以再挖一本书页，两台机子点掉，还差一台遗产加本书页的话，差不多就够了。这里空军是肯定保不下来了，因为这个局就是前期空军没牵制好。本来我想给大家讲，就这个套阵容，说实话，你上来但凡不是抓空军的，抓其他人的，我觉得。都有机会的，比如说你上来找不到冒险家，是不是机会很大？你上来追一个心理学家打三刀，是不是机会很大？你上来抓个佣兵，佣兵有护臂，是不是机会也不小？冒险家这边输液一挖，球手这边外面机子一补，三人开门战，应该是一个平局啊，应该是一个平局，就看开门战这边，追谁了？你开门战还不能追佣兵的啊，开门战还不能追佣兵的，冒险家这边输液挖好。爆个点，但红夫人也不太可能再去抓了。红夫人现在，对，现在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交镜子打佣兵呢，稍微的感觉奢侈了一点啊，就是平地追一追佣兵，然后逼一下他的护臂，我觉得倒是挺好的。毕竟开门战有一个心理学家突破口嘛，我觉得艾莉这边就针对这个心理学家打就可以了。现在的话，追着冒险家，
其实我觉得不要追冒险家，因为追冒险家呢，这个东西你万一对吧，这人家也躲一躲什么的，对，就去找这个，哎，找这个心理，就砸个头过去，就找这个心理贴到他脸上面，我开门战我就保平再说，我先把你这个突破狗心理学家给击倒了，挂上了，稳稳保住平局。因为艾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是什么呢？就是狼队的求生者，但现在的话他镜子 CD 不太够了啊。幽冥这边拉开抬镜子过去，这边心理学家拉开的事情，我觉得艾丽还是过去找这个心理学家吧。你打到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那就找这个心理了。那边的话机子在修，我是觉得啊，他不要去管这个冒险家，管心理会更好一点。佣兵这边摸了一个护臂出来，这个护臂待会儿是准备给冒险家的啊，这个护臂应该是准备给冒险家的。那这边再来找镜子一台，好，人拉开，艾莉这边一刀没带走，打一刀密码机点亮，然后冒险家这边有护臂啊，护臂呢？护臂呢？护臂呢？护臂在哪里？护臂，一刀砸头。哎，这佣兵的护臂到哪里去了？捡上了，捡上了，捡上了。好的，那这样的话，对不对？因为心理学家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点。一个护臂先跳，地窖，镜子抬，抬了以后护臂 CD 两秒钟，两秒钟，再跳，完了，要出事儿哦！封地窖口，来不来得及？来不来得及？来不来得及？哎呀，因为心理学家他是捡不了道具的。这时候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分析的很专业了呢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当时那个局面就看到心理学家就到他脸上站在那边，我就不信你心理学家能走。但是冒险家他一能说二能捡道具，就有不同的变化。好吧，请把专业解说打在公屏上，我们那期待一下狼队的一个安排，战术安排了啊。